第二九题，呈上题，水滴头已着装好，开始闯关。这四位工作人员皆使用质量相同的绣球自由落下，企图砸中水滴头。请问水滴头被哪一个工作人员抛下的绣球砸中会最痛？那么理论上，这要考谁的未能最大？未能越大呢，它砸到就会呢会越痛。那未能的公式是 mgh，同样的质量的绣球，机值也一样，谁看谁的高度最高呢？它的 就会最痛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丁位置它的四十公尺，它是最大的，应该要选择是丁。但是我们题目说乘上题，因为乘上题呢，我们的丁跑去跟甲聊天了，所以这时候呢，高度最高的就剩下乙是三十公尺会最高的，所以呢，变成乙也会有可能。那么因此这一题我们最后答案呢，选 B 选猪的呢，我们都给对。所以第二十九题问我们说，被哪一个工作人员抛下的绣球砸中？ 会最痛，我们答案呢？B、珠乙丁、丁都给对。